想与你不期而遇。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，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，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。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，才发现你不吃早餐，我你又擦肩而过，你耳机听什么，能不能告诉我，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，教室里的灯还亮着，你没走，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，到现在我还在写着，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。